原定4月21日至26日举行的2022全国跳水冠军赛延期。日前，西安奥体中心发布公告，原定于2022年4月21日至26日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的2022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世锦赛亚运会选拔赛将延期举行，具体时间待定。东京奥运冠军全红婵此前已经确定参赛，由于比赛延期，全红婵的新赛季首秀也相应推迟。